好，在这边我们来讨论 PT3 的那个历年考题。然后在 PT3 2014年它考之前呢，然后政府就有出了一份 sample instrument。So sample instrument 呢就是一个例子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们的那个考题它就会有类似的题目。So 在这边我们要 express x in term of y 跟 k。我把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就有 2x² 等于 2k 减 6y。我看到全部都是2的倍数，我除2，除2，除2，全部一起除2，22越22越326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² 等于 k 减 3y。所以我的 x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k 减 3y。我把 square 搬过去变成加减 square root。OK，所以我把 square 搬过去变成加减 square root。然后在这边，它要我们找 value of x when y 等于这个，跟 k 等于这个。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x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of 那个 k 是18减21，所以它变成加减这个是30，20，39。OK，等下啊。这个3y，这个是 3y，我这边写错了，这个是 3y，所以326637081，然后就变成 square 81，所以它就变成加减9。OK，然后这个是我用有 hands 的情况之下，我一定要 sterusnya。然后就是说，它有 hands 的情况之下，我一定要这样做。可是如果我在这一边，如果它没有 hands 这个字眼的话，我还有另一种方法，就是说我放在它最原始的6y 6乘减21加 2x² 等于2乘18。OK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 y 等于减21。我放进这个减21，放进这个 y，然后接着我的 k 等于18，k 等于18，放进这一边里面，k 等于18，so k 等于18，然后 y 等于减21，这样。好，有 hands 的话，我要 sub 进我刚才找到的 equation 里面；没有 hands 的话呢，我 sub 进它最原始开始的那一边。然后我的 2y² 这一边，我这个我要的是 2y² 等于2乘18，它就36，减它这个其实是减一六二十二一二六，我搬过来变成加一二六，所以我的 2x² 呢会是等于这个2。然后162，所以我的 x² 会是等于162除2，然后它变成81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81，等于加减9，这样。OK，我们要记得一样东西，就是说我们的那一个9的 square 会是等于81，然后我的减9的 square 也是81。所以在这一边，我的 x² 等于81的时候，我的 x 可以是加减9，加减9就是它是加9也可以，减9也可以，这样。好，来我们看 PT3 2015的这一题，它要 express f，所以我把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就有 h 减120g² 等于 f，所以我的 f 等于 h 减120g². 然后他告诉我，我的 g 等于减十，h 等于二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 f 等于 h 是二减120减十的 square，二减120乘100，所以它是二减50等于减48。然后你也可以做的这一种，第二种方法是我由那一个h 是二等于120，然后 g square 减十的 square 加 f，
所以二等于这个一百，然后就五十加 f， 所以我的 f 等于二减五十，等于减四十八。我在这一边，我的这一个会变成五十，然后我们的这一个题目给我 g 等于减十，我放进这一边里面，然后 g 等于减十，我的 h 等于二。这个 h 等于2是在这一边 ，h 等于2 h 等于2 h 等于2，然后 h 等于2，这样放进去，所以它有两种方法了。但是，两种方法有它的好处跟坏处。这一题如果它有这个 hands 这个字眼 ，sterusnya 这个字眼的话，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方法。然后你。没有 hands 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 ，OK， 啊，然后这就如果我刚刚在 A 的部分我做错，我用第二个方法来做，我就能够避免我的错误延伸下去。可是如果它有 hands 的话，你用第二个方法做，你就直接错了 ，OK。来，接着我们再来这一题，它要的是 m， 我把这个搬过去，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呢，我的 m 等于 h 减102k 啊。然后在这一边他要这一个答案，所以我的第二的这一边，我的 m 等于 h 是5减102乘减12，然后我们在这边2622减减变成加，所以它变成5加 6， 所以它答案是11。 OK， 我们也可以这一个102减12加 m 等于5，然后我在这边它就变成减6，减6搬过去它变成加6，所以我的 m 等于5加6，然后等于11。 OK， 这个是没有 hands 的做法了，两个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在这边的时候它题目告诉我 k 等于减12，所以我把我的 k 放进这一边里面。 OK，当然我放回我的这个原本的这个也是一样啊。然后我的 h 等于5的时候在这边我放进这边 5， 然后或者是这个是这样，然后我就放进去，然后再拿来加减做它的运算就可以了。在这边我们继续，我要的是 m， 所以我把这个我就有 p per k square 等于 m，所以我的 m 等于 p 分 k square，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然后第二的部分呢，它要找 p m 的 value， 当 p 是 6， k 是1分2的 square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6乘4 24。 在这边我直接用计算机吧，我在这边这个是 6， 然后下面这个是1分二的 square， 然后我拿到是二十四，所以拿到是二十四。然后第二的这一边，我们的另一种方法是，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是放回它最原始的，就六等于那一个一分二的 square 乘 m。然后我的这个6等于1分4乘 m， 我把4乘上去，所以 m 等于6乘4等于24，这样。刚才那些类型的题目呢，都是属于有点跟 PMR 的不一样了。然后2016的这一种题目呢，就更复杂了，它就开始出应用题了。然后在这一边他说 Diagram show the price of the vegetable at Mohan store on a particular day. The total sales for the day 是 Y 元，他总共有 Y 元，这个 total sales 是 Y 元，这个是他的总额总数，总共有 Y 元。然后他在这一边他说什么东西呢，他说它有 PKG 的 carat， 这个是 PKG，
QKG 的这个包材，还有 RKG 的这个 Bayam 卖的，他要叫你写 Y in term of 这个。假设我这个 10kg 20kg 30kg 我收到的钱是乘 4.5 20乘 3.5 30乘2嘛，所以可是现在呢10 20 30它是用 PQR 的话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的 Y 的总数是 4.5 乘 P 加 3.5 乘 Q 加2乘 R 这样的一种东西啊。其实你先做2的部分会更清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2的部分他说他卖了 10kg 的 carrot， 然后 3kg 的这个包菜，然后他总共有88.5块。 OK， 这一边他这个是他的 Y 来的，他的88块半是他的 Y， 然后他叫你找他的这一个包菜卖了多少，所以他的题目是 R 等于多少。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有88.5块是我的总数，等于10×4.5加3×3.5加2×R， 这一个其实是45加 10.5 加 2R， 所以我的 2R 等于88.5减45减 10.5，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有88.5减45减 10.5， 所以我拿到的是33，所以我的 R 等于33除2，然后我在这一边除2，我拿到的是16.5 16.5kg。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检查答案，如果我这一个是 16.5 的话，这样我收到的钱呢应该是10×4.5再加上3×3.5再加上16.5×2，所以我拿到的是88.5块。对，所以它这一个是88.5块就正确了。好，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 BMI OK Body Mass Index 啊，像我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啊，什么喝水呼吸都会变肥的那种啊，我们就在那边注意我们的 BMI，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想办法要减肥啊。然后它在这一边它的 Mass 是 W，然后 in term of mm 是 BMI and height， 所以他要的是 mass， 题目要的是 mass， express mass in term of mass 是这一个，所以是 W， 我要的是 W 啊，这样非常简单啊，我又把这个搬过去，所以这一题是考你听懂不懂他题目要什么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W 等于 mh square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然后他说 Any 就肥胖 Obese 啦，超重啦，他的 mass 是 85.5kg， 所以这个是我的 mass， 他的 height 是 1.5 米，所以这个是他的 h。 然后他要把他的 BMI 变成26，这个是要把他的 M 变成26，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他要你找他 any 需要减少多少的 mass， 所以在这一边你看他又有给你 mass 又给你 height 又给你那个 BMI， so 我们其实是他的身高是不会改变了的，我们假设他已经停止向上发育了， OK，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他不会再向上发育了，他只会向横发育，如假如不易，越吃越肥，向横发育，所以它150cm 就是150cm 了，不会再高了。我假设它的高度不会改，所以我的 h 等于 1.5 是固定了，然后它的 BMI 是26，所以它的标准的 mass 呢应该是那个26×1.5 的 square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26×1.5的 square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58.5，
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 58.5kg， 它原本是 85.5 要变 58.5， 你要它的命啊，哎呦 85.5 减 58.5， 哇 85.5 减 58.5， 哦呦要减掉 27kg 耶，哇太夸张了，他必须要减掉 27kg， 嗯 ，OK， 所以他需要减 27kg， 哦，哎呦，啊 ，27kg， 你想象一下那个米啊，一包 10kg， 27kg 等于三包 10kg 的米啊，哦 ，Honey needs to reduce。27kg， 要命哦！好，但是其实不难的，他只要在一个月每个月减1kg， 然后他用两年多就能够减掉27kg。好，这一题我们是那个这一题，其实我觉得蛮有争议性的。因为 我不懂他题目的 minimum payment 是40是什么意思， OK， 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旧的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台费，你们用 handphone 他的那个手机号码你不管有没有打出去你就每个月要给40的台费， OK， 然后在这一边呢他每个 SMS 他要给 S 元，然后每分钟他给 Y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 T 是它的 total 总额，所以它的 T 等于那个 20X 加 15Y， 然后它给63元，所以就是说它的 T 等于63，它有25个 SMS， X 等于25，然后它到底打了多少分钟的 phone call，所以我在这边63等于20乘以25加那个什么东西啊，15Y 是错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一个的单位是cent， 所以我的这个63呢它应该是6300 6300，而不是63， OK，所以在这一边那这一个是6300，所以我的这个20乘以25它是500，所以6300等于500加 15Y， 所以我的 15Y 等于6300减掉500，所以它会变成5800，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5800除以这一个15，所以我拿到的是386。386.67，386.67，386.67，minutes。然后，事实上这一题呢？讲真的这个题目它是有年代的代沟的那种的， OK， 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台费的这种东西，所以你不懂那个40块的台费是什么东西来的。其实它的这一个呢是 XY 的时候，它的这个 T 是40，它其实是4300加 20X 加 15Y， 因为你不管用不用你都要给那40块，所以我的这个 T 等于6300，然后 X 等于25，所以6300等于4000加20乘以25加 15Y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6300，四千加五百嘛，这个是五百，四千加五百，4500加15Y，
所以我的 15Y 等于6300减4500是1800，所以我的 Y 等于1800除以15，所以我拿到的是120，所以它是120分钟啊，这样就比较逻辑，然后这个就不逻辑。可是这个真的是有年代代沟了。首先第一样东西，如果十年后我在出这一题考题去问我的学生的时候，我的学生可能会问我，老师什么是 SMS？ OK，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微信啊、 Telegram 啊、 WhatsApp 啊那些东西，然后我们都没有在用 SMS 了啊。啊 SMS 要钱的，还有人在用 SMS 的，这样 OK。然后就好像你们现在可能在那边想，哈，有台费这种东西的 啊 OK， 好，所以这一题应用题有难度。好，来接着我们看这个 PD32017 的 Set 2， 然后它在这边它有一个 Square 的话呢，它就是每一边都是 2G， 然后这边是 GG 就 2G， 还有一个直角三角形，他叫你找 area of whole diagram in term of g 跟 h， 所以我的 loss 是我的 area， 所以它是 2g 乘 2g 是正方形了，二分之一乘底乘高，所以我就有 4g square 加 120gh，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要你找 l， 当我的 h 等于 6g 等于2，所以我的42 加120 26，所以我这边2416加6等于22。这一题呢我们要检查答案很简单，我的 h 等于6嘛，所以这个是6， g 等于2嘛，这个是2，这个是2，这个是4，这个是4，所以我的area of 三角形是二分之一乘二乘六，我拿到的是六。我的 area of 正方形是四乘四等于16，所以它会变成六加16等于22。对了，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 PD32017 set 一的这一题呢，它有需要到 Form 2 Chapter 5的那个圆圈的knowledge， 它在这一边，它的 circle， 它的 radius 是 j， 然后 area of shaded region in term of x 跟 j， 它是一个 square， 所以这边是 x， 这边也是 x， 所以我的 area of 那一个EFGH 呢，它是 x 乘 x， 所以它是 x square。我的 area for circle 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其实是 pi j square， OK， 我们的 area 等于 pi j square， pi r square， 这个 form 2 chapter 5你一定要懂。所以它要 area of shaded region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 x square 减 pi j square， 然后它要你找 a， 当我的 j 是 3.5， x 等于20，所以我的 a等于20的 square 减22/7，它派它用22/7，然后 j 是什么呢？ 3.5 的 square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20的 square 我拿到的是400咯，然后这一边我的22/7，然后派 r square 嘛乘 3.5 的 square， 我拿到的是 38.5， 所以我的400减掉 38.5， 我拿到的是 361.5， 所以它这个是 361.5 cm square。 好，在这一边呢，这一题呢它其实是 Form 2 Chapter 5， 你一定要会 Form 2 Chapter 5你才能够做这一题，可是在 PD3 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你已经学完 Form 1到 Form 3的东西了嘛，所以它就可以结合 Chapter 5 Form 2 Chapter 5跟 Form 2 Chapter 3的东西咯。同样的，下面这一题也是一样，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然后 radius 是 h 的圆圈， area of remaining， 然后它这一个圆圈 cut out，
所以我的 area of 三角形是二分之一乘底层高，二分之一乘三 g 乘四 h， 224326 6gh。然后我的 area of 圆圈的时候呢，那这一个是 pi r square， 它就是 pi h square。所以在这一边，我的 area for remaining 呢，是我的六 g h 减 pi h 块，这一个三 g 二分之一乘三 g 乘四 h 六 g h 减 pi h 块。然后在这一边，我的第二的这一边，他告诉我他的 a， 他要我们找 a， 当我的 g 是五 h。是七，二十二百七乘七 square， 然后我这边约，然后六三十两百一十减一百五十四，二七十四一百五十四六，然后它会变成五十六 cm square， so 在这一边六乘五乘七减这一个二十二百七。然后乘七 square， 我拿到的是五十六，对，我的答案是五十六。好，接着我们看 PD3 2019了，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和一个长方形，它的 total area 是 2L， total area 是 2L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看单位。你看单位你就死啊，你看单位你就很乱了。然后他叫你 express S in term of 那个 L 跟什么，所以我的三角形我们知道 area of 三角形是二分之一乘 base 乘 height， 所以我的 base 是这一个，我的 height 是这一个，然后我的 2L 是它加上来的，所以它是二分之一乘 2X 乘 Y 加2，再加上这一个底层高 y 加三乘 x， 我的这个二二月，然后我再把它乘进去，这个也跟它乘进去，所以我这边我有 x y 加二 x 加 x y 加三 x y 加三 x y 加二 x， 所以我这个会变成二 x y 加五 x 等于二 l。他现在要的是 x， 这两个都有 x， 我把 x 抽出来，它变成 2y 加5等于 2l。 这一边这一个动作呢，它其实是 form 2 chapter 2的 factorization， OK，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要的是 x， 我把 x 抽出来的时候，我这边除 x 除 x， 然后我的 xx 约 xx 约，所以它变成 x 挂弧 2y 加5，然后我的 x 就会变成了这个 2l 除 2y 加5，这就是我的答案了。